到现场状况是一台载运，应该是牛奶的大货车追撞到计程车后翻覆到内侧车道，然后驾驶的左脚卡在座椅的下方。它是由支援单位特搜分队出动器材车协助分队的人员将患者救出，然后我们转送到围公医院。患者的伤势就是头部跟右手小臂轻微擦伤，还有左小腿疼痛，就这样。